这是台南的市电目标，因为市电两字，所以文武百官到这拢爱下马吊牌。顶冠两个 S 型，那是壁设荷兰人的讲法。伊本地有台湾上界美丽的天界线，但是即马当咧修。目标的历史真早，台风是伫1665年的时阵，由着地心公的囝地景所起。风墙内底有写着这间庙的历史。这是颜色一样，对啊，看不清楚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地关公用的，咱有对啊。这用的香是老字号的五满春，不是用中国进口化工可能有毒的香。三台厅是清国时阵封关公的三台，拢是有官位。连观音厅嘛有啊，爱拜的人归去做伙拜拜。这个是古早的胭脂妆。大丈夫是台南的名品之一。五万村香铺伫隔壁尔尔。关公身骑赤兔马，啊！你家己照顾马仔，就是马赛亚。若是就建筑艺术的角度来讲，有心要看，才有真侪物件通看哦。